Oh.
Thank you.
要每一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，左上角，左上角关注走一走。我是小陈开船，正在船上卸货直播，等一下就要关播了，大家左上角关注走一走，以后想要看直播、想要看视频的，才能找得到我。点关注不迷路，关注走一走，活到99，正能量来一波。正能量走一波，大家正能量走一波，小赞赞点一点。不是，这个是擦了粘土的，擦了粘土的，不好卸。关注几年了，感谢关注。有很多铁粉老粉，感谢大家支持。没有，现在是10:46。这是我的手指，左上角关注走一走，正在现场直播，画质模糊啊，手机线速不行。现在是10:46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卸的磷矿，船上卸货。对，大家不要在直播间乱讲，换个角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是兵哥他们在卸货。这个要听原声的，点歌的话就不放了。关注走一走，现在不好播啊，你看这直播间的话，说七说八的太多了，不好播。1.8万人，来波关注，来波关注，上两万。保障2万人了，
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前面是怎么卸的，前面是怎么卸的，我们从这边卸到码头上，这边用一个铲车，铲车卸的，这个船。有喜欢看这个卸货直播的，关注一下小陈开船左上角，关注这一个。在等车，码头上是装车，如果这个车满的话就要停一下。对，卸这么多了，快卸完了。手机没电了，还可以播个十分钟吧。大家左上角关注走一走，有时间的话过两天再直播。今天的话播不了太久了，因为工作的原因。卸这个矿的话不好卸，因为旁边要冲水啊，还要用那个铁锹，用那个铁锹推一下。还有这么多看不到卸完，等一下就要下播。点歌，手机不充电了，不充电了，看不到卸完，大家左上角关注走一走，有时间再播。主页有长视频，主页有长视频，和直播差不多。主页拍有长视频，大家去主页看一下。主页有长视频，和直播差不多。今天就下播了，下播了。主页有长视频，大家可以点个关注去主页看一下。今天就先下。